这六位大叔，外表看似坚强。我这样子大汉了，我第一遍听着贝斯两字呢。却是最需要睡眠的摇滚乐团。当我醒了，除了努力工作之外，回到家中也没有一丝放松的机会。然后用一千万倍的父亲的爱来爱他，不给我面子问题。或许孩子的一抹微笑，他们的人生就有坚持下去的力量。一首摇滚上月球，8月5日晚上9点，国家地理频道 National Geographic。